刘国梁。记者洪少奎是中国乒乓球协会17日正式宣布袁国平总教练，现任乒协副主席刘国梁将担任换届筹备工作组组长并主持协会工作后，刘国梁同日下午来到国乒训练馆视察男队训练，并表示备战东京奥运会是重中之重，自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不能拿过去的经验备战。15个月来，刘国梁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履职经历，去年4月担任国乒总教练，6月因乒协宣布取消总主教练岗位而现任，转而担任中国乒协副主席。2018年9月27日，乒协宣布刘国梁任换届筹备工作组组长并主持协会工作，此举意在进一步深化体育改革，确保2020年东京奥运会各项备战工作的顺利进行。乒协在公告中表示，土卫教练刘国梁在场边指导。记者富田社李欣同日，刘国梁马不停蹄来到国乒训练馆视察男队的训练状态，还与男队教练刘国正交流了队伍一年来的训练情况。虽然15个月没来球馆，回到这里仍感觉很亲切，像回家一样，这两天自己忧虑的睡不着觉，尽管对球队很熟悉，但自己有很强的忧患意识，不能拿过去的经验备战东京，自己要找出过去看不到的隐患，并在未来两年完成备战战略布局。刘国梁说，再度挑起乒协大梁。刘国梁表示，备战东京奥运是重中之重，目前国乒在国际大赛的成绩仍处在领先地位，但过程中有一些起伏。东京奥运加入全新或双项目，该项目还没能完全把备战战略投入到实际中，混双牵涉的男女队且只有一队选手参赛，保险系数小。过去我有备战奥运的经验，但没有备战混双的经验，所以有太多未知。土卫中国队主教练刘国梁在比赛中指导球员，中新社发沈晨社刘国梁认为此次重新回归乒协有很多不同，协会有很多新鲜事物，我要把职能转换好，乒协改革是试点，姚明带领篮球改革就做得很棒，我还有很多新的东西都要摸索与改进。当然改革一定以备战为主体，但也要推广乒乓群众基础，为社会做贡献。亚运会我也一直在关注，国乒小将表现得很棒，年轻队员技术水平和奥运冠军也不相上下，但还需在世界大赛上得到更多检验，取得成绩欣喜之余还是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刘国梁说完。